所以你所谓的为了 SW 的业绩，为了帮小鱼搞定龙发，实际上你真正做的是帮着费总收购龙发，让涂金虎撕毁合同。赵小鱼，你把今天搬进我仓库的那批货全给我搬出去，你要是不搬的话，我全给你扔了。那批货进不了仁泰的温州仓库，不管说如果是温州特批的，必须要看到温州的签字。你要代签？我不担。不行，林总，这种事情说大了就是犯法。那个温总，您赶紧给我作证，我不是个骗子。你在哪儿？为你证明什么？